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墨阳。今年夏天已经到了尾声，想要在换季之前和你们分享一件短袖 T 恤的重复穿搭。那在这个重复穿搭里面，你们可能学不到什么，因为我搭得很普通。但我的重点不是在分享穿搭，而主要是在分享一件百搭的衣服，是不管我们怎么配，怎么从衣柜拿出别的衣服，都能够配出个所以然。那希望你们会喜欢咯。希望我的很多件上衣都是可以搭配我所有的下半身。一件衣服如果是搭配性很高的话，是几乎让你的所有的下半身都可以配它的，尽管它非常的简约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。透过这件衣服来跟大家传递一些我以前可能没有传递好的一些想法。这件衣服是我在瑞士读书的时候在那边的 H&M 买的，之前有发过请大家不要再买快时尚的影片嘛，那因为便宜就容易让女生冲动购物，就觉得啊反正也才几百块而已，然后好像还 OK 就买下去了。我相信快时尚一定会买到你很喜欢的，像我这件真的很喜欢，但是相对的也会很容易踩雷。这件应该是一大堆 H&M 里面唯一几件我真的很喜欢，然后一直在穿的。不是说都买不到好东西，也不是说就完全不能买了，不会到买了之后能够帮你变出多少变化，然后你到底有多喜欢这件事情上面。好，那希望你们喜欢这一集的影片，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